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我是逆风校的爸爸，我是逆风校的爷爷。不是这种文艺复兴的梗，一定要在这种文艺复兴的游戏里面来讲吗？必须的呀！这下面怎么抓人了？哎呀，怎么剩我一个了？我走了。今天我们来玩的是文艺复兴游戏积木的躲猫猫模式，朋友们，好吧？这个是文艺复兴，这是捉迷藏，躲猫猫是另外一个，差不多，捉迷藏模式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，我是躲的，干嘞，我是躲的。简单来说就是找各种阴险的点，当一个老阴逼。对，是的，我要找、那个、我要找我之前踩点踩过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特别牛逼。然后我要说一下，刚才他们占了便宜，对吧？我要找一个，我是中国 boy 的爸爸，然后中国 boy 是弯弯的爸爸，行。这些我通通剪掉，不会出现在我视频里的，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，烂梗。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。哎呀，哎，我迷路了。哎，这个地方挺好的，我觉得魅人会来。哎呀，我没跳到闸，没跳上去，各种踩脚，我真是开心啊！完了，窗帘可以拉吗？哎、完了，窗子开着吧，还挺好的，无敌了，我已经躲好了。我觉得这个地方里面不好找。我操，我完了！跟大家说一下、哎，这个游戏现在有一个机制，就是说，有些时候如果说这个人在墙的背面路过了你。抓的人，你也可能会变成，就是我们操作它是有一个范围的，会穿墙。嗯，对，它是其实是范围的，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会莫名其妙的被抓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因为旁边有那个抓的人路过了啊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啊，这地方绝对不会靠近的。我们只要蹭一蹭就会爽到。我要找一个绝对不会被蹭到的地方。哎，赶快来抓我呀！哟，这把抓的是谁呀？我五叔抓到人了吗？我看着他了。他还没抓到人，我都看到现在都没抓到人啊，哎、三分之一时间没了。那个拉窗帘的，我来了，父亲来找你。哎呀，我爸，我已经睡着了，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，好吧。我也快睡着了。啊，走！我抓了几个呀，五叔？俩。我是送的，哎，我是送的，我都没动，就要赢了，真的恐怖。就是、我看到这两个人从我的面前飘过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哎呀，五叔知道我会躲在那边的，五叔抓过我了。我是送的，朋友们，还有一分半的时间，好吧，躲猫猫的王即将，就剩我一个了，我才是躲猫猫之王。你是不是亏屏啊？我在这个，哎，你是在前面，我怎么亏屏躲在这里了？你被抓了，然后来报复我？啊？你说话呀？谁抓的你啊？弯弯，他肯定就是在前面看到我蹲在草丛里面，然后他被抓了，快搞我！真的是，哎，我还剩三十秒的时候，我提示你们一下，现在我刚刚又没有声音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天哪！我跟你们绝，你咋的？当然了，你咋的？我贼路过这个垃圾桶呢。哎，你被人蹭死的呗？抽风有最多的分，这一定是个意外。哇！要！我刚熟了这个图就要自动换图了。真好，真好，终于可以换图了。靠！我刚熟的图。那我再开一次啊！不，不要呀，换个图了呀，玩腻了。还是这张图，还是这张图。妈的！操！好，这段剪。我要躲起来，不换了张图回来，又一张图。第一把就一个躲的，第一把你不像一个人。你大爷！我太快乐了！我是抓哇！是你们都是抓，你不知道自己是躲的这把，漂亮！笑死我！笑什么？我马上就去一个你们死活都抓不了的地方。嗯，那我半死不活的抓。哇哦，看一下真正的躲猫猫的神，好吧？你又开始。我看到他在二楼，他在二楼外面。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你抓不到我的，我都算好了，这个高度你绝对蹭不到我的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我哎，你们守着他，我上去找他。好，在哪儿啊？你上去找你也挑不过来，这里要跑酷技巧啊！逆风笑，你看着啊，在这儿呢。我如果能找到你，你叫爸爸还是怎么的？你找到我，我跟你姓。逆风笑呀，你看你后面啊。
你蹭不到我的，我真的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柠檬香，不行了，我要使用一些暴力手段了。不用不用，暴力手段没有这个必要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什么叫暴力手段？这个，哎呀，四个抓一个，真是的。柠檬香砸不烂吗？柠檬香啊，抬头看爸爸来。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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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从窗户出来找你的呀！哎呀，好，你叫冲锋笑，可还行？朋友们，这把我是抓的，让你们看一下谁是找、啊、找猫猫的王。你滚吧，你就死了！怎么都稳了，稳了，我们赢定了，稳了！来来来，稳了！来来来，哦，懂了吗？你这个阴险的家伙！懂了吗？你这个。不是你们就搁这演我，我一出来，我觉得我眼前四个人，好吧？真的吗？好了，谁在楼顶上呀？你上来，还来看我？你上来，你上来，我估计上不去。你上来，我不，我就慢慢悠悠荡荡的，我就我觉得你们在搞，哎呦，我们我们在看着，我们在看着中国 boy， 哎呀哎呀，跑了跑了，哎，中国 boy 跑了，哎呀跑了，哎、他跑了，庭院里啊，他在绕着房子走啊，绕着房子走呢。给我们爆点房子外面，哎呦，真气死我了！这两个人，我来了。那进房子了啊，小心啊！哎呦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冲锋，我发现一个地方。嗯，那个不行，我试过了，我试过了。啊，嗨嗨，哎，你们觉得中国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就好了呀？哎，中。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，上来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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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废话，当然是躲起来了。哎，好刺激啊！哎，我操，你不怎么找的你，这是什么呀？为什么你可以藏？我这个是黑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的鼠标这里显示了一个蓝字。操、啊！我这边是一个 bug 呀，你居然刚刚鼠标滑到了。哎呦，那边基本上是看不到的，左边是黑的，就是一个 bug。是，我是看黑的那一块，我也看没有那个，就是柜子，你知道吧？我在想，哎，这个人藏在哪里呢？然后你自己走出来了。你不是啊？你觉得你那儿安全吗？我知道呀、啊，因为你看你面子，我就知道你肯定看到字了呀。我觉得我这儿非常不安全，还是你那儿安全？我觉得我这儿也不安全，因为我躲过这儿，我给他们提示了，反正就一分钟不到了。你给他们提示了、哦、我不知道你躲在哪儿，躲躲过的地儿啊，还有40秒，肯定老天爷让我赢一次，我有点绕晕晕了，是，我去外面看一下，我也去外面看一下，你可能在外面就好了呀，你在里面呗，耶，这俩应该是挨在一起的，我觉得。哎呀，这边我就知道，我又想的是游泳池，我就知道这，我就特别跑过来看了，因为武叔躲过这里。哎，还有四秒，你冯翔在打在院里，你冯翔在院里，他进屋了，进屋了，啊！你冯翔在哪儿啊？车库啊 ，shit！ 哎呀！他藏到哪里了？他就在窗外。我在这里啊！哎呦，吓死我！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，不容易啊！真的吗？哎，你不行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也有个地方要告诉你。好，那我跟你来，我跟你来，你来。我看看你的地方好不好？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武叔知道的，这个武叔知道的，我之前被抓过了。知道了。你跟我来，我跟你去一个更酷的地方。好好好。朋友们，秀不秀？朋友们，这个地方。秀不秀？太秀了！你是渣子！太秀了！来电了，这不够劲啊！这有个东西拦着我。你俩是？你俩现在是在南？你俩现在是在南南叠罗汉吗？你靠过来一点，你被后面隔墙抓到，你过来一点！对对对对对！牛不牛？
牛的好不好？觉得牛的把中国部位牛发到弹幕里，好吧？他又在干啥？他在节奏。看视频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发个屁的牛，他妈全给你发星星。牛了，这个真的牛。你们这个地方超屌的，你知道吗？谁抓呀？哎，你好。先弄了一个。我躲一个平凡一点的地方吧，结果就被逮了。弄他俩来，弄他仨。就是一啊、哦，是五叔抓呀，他我抓，啊你抓，抽风抓，抽风抓，他们三个非常嚣张啊！哇，你确定这里安全吗？安全，你从外面看不出来的。哦，我知道他躲在他俩躲在啥地方，上次就在这个地方被我抓的，你知道吗？李博笑，被抓不就要走了？李博笑，对，我知道了，我不小心发现的，那是不小心啊，那么大个蓝色的字儿。哎，在哪儿呢？哎被高强抓了，高强抓了呢、啊！怎么这么太恐怖了？他们在顶高，被高强抓了呀、啊！这地方超屌，因为你躲进去，外面看不到的，外面里面看里面是黑的。快冲！快冲我们！哎，厉害吧你不笑？我们终于被高强抓了。快点，快点，一分钟，中国 boy。抓屁股这儿呢，哎，还是没机会找你的。你抓这些，你看到了我在哪儿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你叫灯、啊、灯下黑呗，绝没人能找着是吧？有一个那什么，嗯。哎，你们在那地方不能躲了，哎、被科长抓了。哎、对呀、啊，好好笑，在我面前抛好几次。对呀、啊，两个中国 boy 给他冒充台灯搁那儿。哎，还能这样的？我一开门，妈的，一堆人在外面。你知道吗？这次谁抓呀？中国 boy， 这在天文学上有一个术语叫观星。妈的，观星，可以。哎呦，为什么这次、哎、我躲好了？为什么？朋友们，怎么了？什么朋友们？谁跟你朋友？你怎么了？我谁跟你朋友？抓的吧？为什么我这一次的复活点是在我刚刚躲的那个地方？你知道了，随他随机的缘分啊，缘分，对，缘分。复活点是随机的吗？随机的呀，随机的呀。哇、哦，你玩了这么多把，你才发现吗？哎，秋风，你能对面的你能不能换个地方、啊？对面的男孩，我换呢、啊，我这边找地儿呢吗？我觉得这个图换地方了，真的越千万不能被抓，扶着我就完了。素的地方。嗨啊！How are you？ 哎，其实刚刚又不是因为隔墙抓，你们一辈子李丰秀，你怎么从那掉下来？李丰秀，没想到惨叫声混在一起了。你们刚刚到底讲好多有人？还剩几个呀？还是你们俩吧？还是你们俩？哇，是叫我跟五叔了呀 ？Hello， 这里有人吗？静悄悄。哎呀好紧张呀，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嗨啊，冲锋刚刚先开了一次没看到，我又开了另外一个门。现在只剩谁、哎、剩五叔了。我拿个戏码给你们看，你们到我这儿来。谁叫你他妈在哪？你在哪、啊、你变个在房子二楼，房子二楼来了来了来了，变个戏码给、啊、给你们来个大变活人啊，看好，打打打打我也可以变，我也可以变。哎呀，你好贱呐！他妈大变活人，太他妈贱了！我操！哎呦，这把是谁啊？谁抓？我。我跟你讲，主逆风兄，报应要来了。躲哪里呢？我都不知道躲哪里了。对啊，都躲腻了。过的地方，哎，躲一个没躲过的。必须是躲一个朴素点、没躲过的地儿，才能多活活。哎，这个地方好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把躲的地方巨朴素，一找就能找着。漂亮，兄弟们，无敌了！我躲了超级好找。我这个地方无敌了，无敌了！对面的朋友，楼下的朋友，哎，没人看得到我，哎，
我跟你讲，我这把不能炫耀了，特别明显，只要路过就能看见。我这好朴素、啊。听见了，那开普的声音，我好慌啊！哎呦啊！哎呦，我的天，这个叫声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啊，原来这是你故意的吗？对啊，你是不是傻？是你知道是怎么上来的吗？你先别走。我不知道，我要抓人去，我不看你，自己变。我操！真的，我要去抓个人给他演示一下。这他妈抓个人，把抓过去给你看看你演示。谁来抓我呀？我在一个巨明显的地方。哎，好哎呦！我这把藏的，我这把藏的地方就是这手吧。我走了。没，冲锋，没人，没人愿意听你藏在那。我这把一起睡，好不好？一起睡。说好，关门，关门。你们过来找我呀！开个灯，好吧，开个灯。过来找我。这样子吗？嗨，不要了，开灯，开灯不好玩，开灯不够刺激。来，哎呀，被抓了，操！谁抓我的呀？哎呀，过来，过来，我给你看，我刚刚躲在哪里的？我被人蹭死的。我又剩我一个人了，我真的好强啊！你说你刚刚是不是？你刚刚是不是没看见我？没看见蹭的，武术把我蹭死，靠！我就蹭蹭没事儿，不表演啊，我会看。所以躲的时候要各种各种离开墙壁。哇，我那个地方特别好，我从这个地方爬了半天，爬到这个顶上去，没有想到二楼。好他妈慢呐！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上二楼呀？我以为只有这种方法，你知道吗？还有谁啊？太傻了，还剩谁了？还剩你们俩，你们讲。来找我，我这个地方太明显，你们真的不，我都不是躲，我就站在那儿。那就再放点吧。啊不不，在室内，在室内。就站在那儿，我就站在这儿，听到我隔壁各种开门的声音、脚步声，就是没人过来看。这么讨真的吗？他躲哪了？他躲哪了？他就在个小房间里面而已。哦，那个房间这没人知道。我刚刚躲在厨房的厨台底下，没有一个人看到我，然后我就被蹭死了。我就蹭蹭，这模式这哇，这个地方也太傻逼了吧！这个地方，这叫做什么？把自己关起来做茧自缚？你们赶快来找我呀！太傻了，这个地方。终于到我抓了。逆风笑，你是抓还是躲的呀？我是抓的。行吧，柠檬笑，我这把在一个特别明显的地方，我想给你看看。你来找我吧，你一定能找到我的。柠檬笑，我告诉你我在哪吧，我这地方太傻了，太好笑了。你来，你来没空，没空，我看到一个人在跑。你来二楼厕所找我呀，我在二楼厕所。哪个房间？我开始种地了，兄弟们。为什么老是每次都没有找到？柠檬笑呀，我在二楼厕所，快来找我。二楼厕所，什么鬼？囚禁 play， 我的天！你是你这是哪地方太傻我的！你进去我看看效果怎么样，快点，我看一下。吓死我了！你刚刚一声猪叫，以为我隔壁有人，我就他妈打呼噜，干你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为什么一开门就看到了？我在屋里就看到你站在玻璃房了，谁让你站在玻璃房的？就剩我自己了，来找我呀！我去，抽风特别喜欢，哎，哎呦，我的天，谁掉下来了？吓死老子了！哎，我感觉这次他应该不在房顶。对，对对，我不在房顶，真的。他应该藏在一个柜子里了。藏柜子很危险的，一路过就柜子走过去就蹭就没了。柜子就属于那种你只要蹭一蹭都不用进去。我刚刚那把藏在出台底下，武术连看都没有看见，我直接把我蹭死了。柜子就在柜子里，就在柜子里啊！嘴里没有实话，在柜子里啊！他嘴里没有实话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在柜子里啊。他说他不在不在顶，我说我不在房顶，然后有人说我在柜子里，我说对我在柜子里啊。
又是我。哎，我刚刚刚听副将死的才冤，躲那么好，不是就被我知道我的死因是因为五叔听错了。对，因为我是不相信你的。这一次我要认真躲了，伙计们。你认真有什么用？你认真有什么用？你的智商只有二十多的星星。我要认真躲了。真正的高手是躲在明处的。真正的高手迷路了。真正的高手遁入稚童。哎，来个朋友帮我看一下。谁过去？人家都已经开始抓了，还过去帮你看一下？真正的高手迷路了。你傻吧你？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。噔噔噔。哎呀，我操！你个硕士。看得到吗？废话。哦，对不起，那我换个地方吧。哎呀，被五叔找到了，这个位置太烂了，来不及跑了刚刚。干活，工具人，不对，工具狗。我在洗澡，你不准偷窥我洗澡。我摸。不看就摸的。摸你。摸。刚刚好像看到了有一个人。我这个地方太差了。啊！中国 boy 在房顶，去房顶找他。中国 boy 又去房顶了，哎、上来啊！没有，我第一次来房顶，我从下面蹭了你半天，知道吗？么么哒！怎么没蹭到呢？我去！么么我在跳，蹭啊蹭啊！嘿嘿，你上来、啊！你等着、啊，你们你等着、啊！好变态呀、啊，在那边蹭啊蹭啊，我就蹭蹭。竟然还真的在这等着我靠！好恐怖啊！这个、这多喝酒啊！好恐怖，自杀！被围剿了！看我脸皮了，我不知道他干什么，哦、剩我自己我啊！你怎么带不掉这么好找的地方呀、啊，冲锋？不是看不见他的，我鼠标移到那出现了他的名字。Fuck！ 看得到呀，就在草丛里面啊！没办法，我那个起始的点实在是没办法。咱们来换个图吧，玩腻了。好，最后一把。行啊，最后一把。嗯、有个人在我面前路过了啊。骚骚的地方。哎，你不是还有什么骚地方呀？我们一起挤。我操，不行，不能再当面躲。我操。我儿子说。谁来救救我？我还没找到地方。我那边被你抓，就是没找到地方。大爸爸，谁呀？我来了！啊，送上门来的猎物。嗯，我已经放弃治疗了，快来找我吧。裤裆不想离开绝地，不想一览众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，哎、我给你变个魔术，好啊。好，你变。哎哎哎，没了。为什么武术老喜欢躲这种地方？不是，这图感觉没有新鲜地方。你不笑，你下来找我呀！你不笑，快来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我这，来我这。我有一个，给你变个魔术啊！看好。我来了，大变光头，这是我新养的宠物。不是，你以为这个能挡住我吗？温室里的花朵。为什么每次都是最后剩我一个人？哎，我们都乱躲呀，躲的地方好阴哦。那你在哪里呢？给你们一个提示，我不在地上。哦不在地上，他感觉在箱子里，这是真话。在飞吧，在土里。哦，土味地啊。一样的水泥地。不在地上哦，难道在哎他在哪儿啊？我被撑死了。你怎么原来在这儿啊？我一碰我就碰了一下，你听到吗？他在哪儿啊？哎，换图还有在箱子里，你知道吗？这柜子一定要摸一下。我刚刚那把找到了一个挺好的一点。哎我操，
嘿嘿，呀，这有楼梯的，我来了。对啊，这是这么上的。我跟你说，你来了，来，你来吧，我已来了。嗨，哎呦我去，哎呦，挂了一个脸，好坏。啊，我看他小跑的样子，我躲好了。人呢？你在哪儿呢？好阿佑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别碰，被顶到了。哎，我竟然把他甩了，我好强啊！你摸像人呢？怎么追着追着不在了？不在了可还行？你这果然是盲僧！哈哈哈哈！我给你复兴地图啊，这可是。你们叫你藏哪了啊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我觉得我这点特牛逼。我。不要，这点很经典。他在外面溜呢，我才不过去。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地方挺好的。哎，你现在这个地方挺好的是吧？你我吧嗯。你这个地方挺好的是吧，斑斑？哎呀，他躲在管道里是吧？你以为是打僵尸呢？哇，是文艺复兴失败了。那怎么了？现在就剩我和霓虹笑了吗？对的，对。来，你就说这是文艺复兴嘛？傻不傻？这是谁呀、啊？哎，哎呦呦呦呦呦！我看你盲人呢。你们有看到吗？我看到有一个人特别傻。闭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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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，我觉得你们在说我，谁都有可能啊，清静啊、嗯！喂，这可是文艺复兴地图啊！轻轻，这都没看到我，我靠！想离开你，请将眼角 啊, 啊！警察，不许动！啊！这是怎么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做对了。这里嘛，这个是文艺复兴，双手背后抱头，好吧，不要动，用这爱怎么打死你们？真的，投降，这个太文艺复兴了吧，你们两个，我躲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文艺复兴了，一点创意都没有，关键这两个人还在一块儿，这还太快，我先在这傻的，我偷过来的好吗？又是我抓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。我已经想过了，大便走。对呀，这猴子得了我的真传是不是？不，他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唱的有你难听的。我操，这不是我认能努力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我的徒弟啊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你知道吗？唱的比我好听是正常的。啊，你不行，你不要每次都跟我躲一块儿，滚！不要嘛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嘛。哎呀，我就躲着躲了一个很你听着，你们俩文艺复兴连感情都复兴了是吧？是的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。谁呀？这是？等一下，先别抓我嘛，让我在这个地方蹲一会儿，好不好？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你让我就在这儿，你让我待在这儿，我真不走。那你被抓了再待着不就行了吗？啊、就是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喜欢。好烦哦。爸爸从来不惯着儿子，知道吗？我好寂寞呀。这俩估计又待在什么那种，你别卡我呀，你别顶我，滚，这我人要出去了。哎，我刚刚那个人是看到我还是没看到我，给我整懵了，然后找地方躲了。喜欢躲管道是吧？我这还是没看到我，这里又来一个人。啊啊啊啊！我玩出了，玩出了大运 light 的氛围。我的天，你被夹三明治了吗？哎、头被卡住了。我的天哪、啊啊，谁这么惨啊？被追着跑。我要被抓了啊！等，哎呀！哦，他已经变颜色了，还跑什么呢？真他妈逼！你的队友找出来。我根本没跟他在一起。我不看到了，操！
又剩我自己啦、嗯、我总是能活到最后一个。灯下黑的地方看你们不在我面前跑了好几次。哎，又剩抽风一个人了。不行啊，武术赚了、嗯、武术视力好不能看到灯下黑。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，我视力好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什么声音啊？在那里闹？不是，藏在哪里啊？很奇怪的声音，管道里，藏在那种阴影下面。哇，真的阴。不是不错吧？不是真挺好的。哦，变成我抓人了。哎，尼普小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啊，每次你都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，然后呢？是我没有跟你说过，我没有跟你说过，怎么又来一个？来，我们三个一起走。来，真的操！好地方呢？这是过来。你作死呢？这肯定凉了呀，这个地方。真的真的。蹲下，蹲下。来来来，踩我头上，快快快，一个踩一个。哎，没有碰撞体积的，没碰撞体积的。不是，这一下就看见了呀？不一定的。你们在干嘛呀？啊！我他妈在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我算一个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三个在干嘛？我在两边蹲下站立，蹲下站立。卡在里面，没想到你从那里出来了。我操！我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到底在干嘛？给我整傻了！这就是 boy 的好地方啊！ boy， 哎呦我的天，还不如我。你为什么会信他呀？不如我上榜的地方好呢，真的。你为什么要信他呀？我的天！我再也不信他了。我有一个好。不如信我，你看我那次在我桌子下面多好。这次是谁抓？我抓。啊！我本来要堵在还好还好是你。啊！这么快、啊、我有这个习惯的啊，想阴一下是不是？哎呦，哎呦，我看到一个人，又是躲在这种鬼地方。哎呀，哎呀，还剩下两个人啊，我一人一狗，还剩下一人一狗 ，One man one dog。我预测管道里有人。你爹走，双手抱头，搁在偷车呢、哎、是吧？居然活到了最后，逮着了。哦，这门活到了最后。在哪儿呢？快笑死我了！我操！为什么总会有一个人？哎，在哪儿啊？屋里面，我是在你刚刚那个门的旁边啊！他在人质房门口。哦，我还以为门是自动关的，是自动关的呀！我在那个门关的对面，哦、看着你是进去又出来，进去又出来。我们往后看我，快！干嘛我啊？我就信你这一次啊！不要坑我啊！操！还有、哎、你怎么又找这种地方啦？你们又干什么了？哎，行行行，我陪你来一次啊！好气，你们在这里，那不下去了，好下场，我跟你说，那不下去，我操！哦，那下这样，过来，走，突然不下去，你在干嘛呢？下去啊，快！你们这些发生那种男的声音哈，我真的觉得你们不要信 boy 这个人，你知道吗？都躲在什么鬼地方？你别动，你别动，脑子有包的，我觉得他呀，没了。你快回来！你不要被抓了呀！我躲在这，你上来可以看到我。我觉得我高估你们了，我竟然找一些特别阴的地方，结果都没人。哥，你下去，你下去。哎，你也可以，你啊，完了！你说的吗？你俩有病吧？他在哪儿啊，分队？你们那把我给你要堵坑里那个点。哎，这又跑那儿去了。我就说了，跟 boy 准没有好事情。他就跟我说不如带去一个好地方，我一过来一看我傻了。所以你们现在还活着吗？我活着还活着呗。就说了 boy 这个人不可信。
啊，管道里的人我已经看见你了。所以你不想你在管道里喽？我没有在管道里啊。啊，我在管道里。Hello。呀。你看嘛，你被抓了吗？而且林凤祥，你为什么要自己跳下来？我抓不到你的，因为我在管道里。因为我在管道里。我听 Hello 一声，你就吓到了是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在管道里，他没有路走的。我在下面等他，我在这 Hello 还是自己跳下来。武叔在你们身后，我还往外跑，我都看见他了。你们进仓库，给你们变魔术。哎，上我对面去，哎，上去看见没？变 啊！上我对面，上我对面，他在我对面，也笨死了，我在堵他呢。他在叉车那面，哎，那个里面，对对对，不是不是，你们笨死了，哎、你们笨死了，溜喽！哎呀，你们这是跑酷了！哎呀，你就讲清楚嘛，一开始叉车呀！你们想不前面绕？哎，不用了。他的位置挺好的，但就是路边了。这个嘛，因为只剩他一个、哎、差不多了吧？咱们来最后一把。好，哎，呀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来，我们躲个特别骚的地方来，来看我，看我来。啊，我看你了，你躲那没用，操、嗯，真的，我躲着肯定有用。你们不来跟我一块儿啊？那我也不在。不跟你一块，那我也不在。你不笑，你在哪？我要去一个，我来了。我要去一个，他知道我在去，来不了的地方啊！已经有人在那儿了，还行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完了，听着要死了，听这个声音。我来看一看，你们到底在哪里？哎，哎 ，FBI， open the door。No， 你知道我在这儿，你来得了吗？真是的。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，你别跑啊！你有种你别跑，好不好？啊！哎呀，腿摔断了！哎呀！哎呦哎呦！他就哇，武术好骚啊！你他直接撞到我了。武术没想到你反应那么慢。还有谁活着呀？我好寂寞呀！我活着。还有这个人是谁？还有我。完了，武术来抓我了！武术跳得过来的。我也跳得过来的。你在对面那边哪里不笑？哎呦！哎耶！这里怎么跳上去的啊？这里有个梯子哎！对，我以为你们不知道这里有梯子。不知道。梯子。我之前就爬过这个梯子呀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怎么又在这种鬼地方？搞定。好、哦，原来这里有梯子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这个捉迷藏就玩到这里了，就到这里。好的，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一定要一键三连哟。文艺复兴的时期哪有一键三连？住口！文艺复兴没有一键三连，但是有点赞，好不好？喜欢这个视频，点赞加关注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